Hello， 大家，我哋翻到嚟 Pokemon 嘅白金啦。OK， 我哋继续嚟到呢一个207号道路啦。上集讲到我哋终于打赢咗第一个道馆啦。咁啊，依家基本上就冇乜钱啦，系啦。第一个道馆。咁有啲人咧就建议买多啲药啦，咁我都有买啦。同埋精灵球方面，我可能迟啲都会掉走，买紧啲啦，系啦。等我过埋呢个道馆，因为同埋嗰啲增强道具仲未有啦，所以迟啲就呢啲过唔呢度过唔到，唔好意思啊，要呢度。啊唔系、哦，呢度应该过唔到啊，要去碎石。哇！即刻嚟打劲敌咯。下一个道馆辉章就系呢一个嘅八代士啊嘛，佢个207号道啊，但系冇车咧，冇办法上去，反正咧喺附近特训过咪算啦。我准备快啊，冲刺十秒内，唔使打系嘛。好啲，好，咁我已经因为时间关系，已经即刻学咗碎岩俾阿嗰只老鼠仔，嗰只唔系老鼠，大牙你，好 ，OK， 大珍珠呢啲对我嚟讲一定啊，咦呢度过唔到好似，好。应该就过唔到嘅呢度，因为佢要单车，所以就可以翻去啦。因为头先嗰个劲敌都有讲啦，呢度应该未过到住嘅。睇先，地图。睇先，唔系八代士喎，应该可以过咁样。因为我小弯，所以唔系好清楚条路。系咪可以过到？系咪踩啲白色可以过到去呢？因为我以为要单车啊，嗰嚿应该使唔使单车啊？嗰架要单车喎呢度。咁样的话，我哋翻翻去睇下先啦。因为我就唔系好熟玩呢个白金版。哎顶啊！小电视嘢系嘛？好，冇打其他啲黐线。嚟啦！你啲唐突有冇好友记录本啊？去到精灵中心嘅地下，去边个都攞得到，唔系咩？唔过长寿士应该已经冇可疑嘅家伙，而家要调查其他成人，你都要小心可疑嘅大人。OK， 咁依家我哋去。去呢度啦，应该有啦，迷之男子。咁啊，博士将个成果交俾我哋，如果唔系咧，俾你嘅助手一啲颜色睇啊。哦，点啊，精灵图鉴。嗰个系徽章喎，俾你精灵冇几耐已成长到咁啊，可能有成为咧优质优秀训练师嘅潜力啊。呢个博士咧真系令人头痛，我系同你讲嘅，我哋嘅工作啊，好好听我讲嘢。你哋好烦啊！你哋先令人头痛。第一唔好成日赖住唔咗，第二唔好阻开人改，第三冇人会就范，唔好嗌啦。如果认为咧做啲咁嘅嘢就可以变强，咁你就错啦！一开始就喺度谂啊，呢个呢身装扮怪装系扮啲咩？怪装扮真系唔合格嘅大人啊！你哋唔好变成咁嘅大人，可恶啊！将银河团咧当成傻瓜咧，你哋会后悔嘅。OK， 让我们一齐战斗吧。我又可以变小火猴，我 OK 喎，正，但系大镬，变小火猴，哇，正啊！变咗小火猴，哇，几好喎！其实同人相打，感觉唔错。唉，今次就放过你哋，因为咧银河团嘅成员咧，终究都系心地善良。嗰啲令人头痛嘅家伙叫咩银河团啊？的确，精灵喺进化咧，可能会有一种莫名其妙嘅能量爆发。嗰个人类点样都冇办法拥有嘅神秘力量。不过银河团要嚟做咩咧？佢都好似有啲咩调查喎。博士好似系对咧精灵嘅进化喺度做研究啊，无论博士咧做啲咩研究咧，90%嘅可能都系同进化有关。对于研究成果咧，头先嗰班人想抢走博士嘅研究成果咧，绝对唔可以原谅。冷静啲，托你嘅福咧，咩事都冇发生。你嘅战斗方式好劲喎，考虑俾你咧收集所有徽章点啊？咁样咧就可以咧喺旅途中咧撞到更多精灵，以后精灵嘅图鉴就会越嚟越丰富，我都会帮你嘅。OK， 电视台饰品盒 ，OK， 咁我唔睇啦。饰品盒呢啲，哇，我要小心唔可以再撞到嗰个咩黐线鲤鱼王。虽然应该赢到啩，好嚟啦，
哇！一嚟就呢啲点打，大佬黐筋，应该赢唔到喎，大佬用我哋嘢打，都唔系赢咗试下先。即刻磨到冇晒 PV 打赢唔赢到，即系用爆牙你应该赢到嘅，不过费事用爆牙你啦呢度，因为唔想用。我试下开五马身长之后吸收，但系吸到几多？应该吸得好少嘅，系啦，佢都吸翻晒啦已经。咦，唔系好多多喎，好似都多喎，吸得转重。哇顶，一下吸晒黐筋嘅。咦，我剛才好像看到一些東西，生長特攻沒辦法上升，但是我開了三招而已，有些什麼這個去就是筆來的哎呀沒了技直招的，因為為什麼呢，正常你換原速不是應該要重新計過特攻的嗎，他現在是累加了，好像沒錯的話，那我們再測試一下，因为就眼睇咧，好似过到喎。如果我用生长过，试下啦。OK， 咁啊，先用变身先啦，跟住再用生长。咁啊，大家睇住啦，生长系加一级嘅特攻啦，系啦。咁依家冇晒，跟住吸收啦，用。OK， 咁啊，用晒啲吸收先。其实都转重。OK， 一下死咗。咁啊，之后变身啦，跟住再开。正常嚟讲，可以开啊，咦，冇办法上升啦，呢个咩原因啊？新咗冇记错一次嘛。哦，我知啦，因为我变嗰个系佢嗰个能力值啊，所以变咗冇得上升啊。如果可以上升咧，就好屈机，系嘛？喂，但系我又冇晒技啦，咁我唔使用生长喎，一开始又冇 PP 又有升。点打啊，大佬呢只嘢？咁 OK 喎，咁我唔使特登去生长。哇，扣好多喎，可唔可以咁样打死佢咧？试下先。哇，但系好嘥药咁样，好嘥药喎，差唔多打一下食一支，虽然仲好过输嘅。因为你始终买得翻啲药啊，哇！等阵先，呢啲唔好打住，呢、這个都唔好打住。唉，你有新阵啊嘛？唉，你有新阵先，唔好讲笑。跟住就去，咦？有果实，即刻偷咗佢先啦！啲果实喺花店门口偷走啲果实。好啦。咁啊，买一支伤药啦，跟住一个普通伤药，一个好伤药，仲未见到有啲强化啲道具出现，系咪知道我想用，所以即刻唔出现？定系因为其实呢啲好稀有，要好后期先有。OK， 好，阴色术，哇，佢用。用黑制嗰条友，哎顶你啊！哇顶，要用呢只打死你真系，唉黐筋！如果得一只重，咪打唔到双打嗰啲，系啦。如果得一只重嘅话，但系呢度要打双打，我应该。哇！老鼠喎、啊、呢班，黑制同电光石火咁计，电光石火都唔使拣。哇，好 RJ 喎、啊，未必打赢喎咁 RJ。诶，唔系喎，有机喎，打咗一隻先。黑制，斗黑制啊！黑制，佢有黑制喎、啊、条。咁恶嘅，点解佢？喂，冇技，唉，黐筋呀！
佢又有炸娇又有叫色嘅，边一回事咁样？赢到嘅，但又要食药咯，食药咯咁。啱啱冇赢到，唔紧要啦。始终我哋唔死都赢到嘅，唔死嘅话就赢啊，因为可以有钱买双药。啊，就算用一个都冇所谓嘅。好啦，205号道路，呢啲伤药好有用啊，唔系呢啲果实好有用，因为有啲系补 PP 嘅。系咪有个位系花园啊？哦，系啊，呢个位剧情嚟嘅。OK， 我想见爸爸同爸爸喺发电厂见面，有啲宇宙人嘅人嚟咗，我被晾喺一边，佢哋对阿爸做啲咩？好挂，好想见佢。呢度啊嘛，呢度呢度都有个发电厂，充电。好，先去咗呢度先。而家正喺度调查，绝对唔可以有任何人入去啊！夺取发电厂能量之类嘅事咧，唔使你嚟管。即系佢攞想偷我发电厂系嘛？任何人都唔可以入嚟。咩啊？想入嚟啊？同我决一胜负啊！哇，系催眠术先啦、啊，嚟顶下马威。哇顶！搞啲咩？哇顶！瞓咗四晚。OK， 我哋唔好理啊，照行。快回咗先，之后先再继续。佢就话个锁匙好似系喺另一边啊嘛。系啦，个锁匙喺另一边度，即系话我哋要入呢度啦。啊唔系、哦，花田、哦、左手边应该系最左左上角呢一度。啊！呢、這、一个花海啊，就系头先嗰个咩阿爸咪呢度啊，将所有蜂蜜交出嚟，系啊，银河段为咗吸引更多精灵，一定要需要啊。喂，好似有啲咩人喺度，叫人过嚟探麻花，直接将佢打低啦。好，一打啦嘛，乱找储气噪音，噪音乱找。耶、yeah ，真系冇面啊！跟住到我车轮战冇咩好处，哇，大镬啦呢只。我顶，点解我啲超音波打唔中咁胆噶？超音波，超音波，中啊！中多得噶呢个，搞掂佢啦！我21level，黐筋啊，高过佢哋10level。哇！呢、這个小鬼太劲啦，真系冇办法，暂时翻发电厂啦。咁咪嗰啲家伙留得，我要发电厂锁匙，我交俾你啦，谢谢你，强迫我交出呢个蜂蜜奇怪嘅打扮。OK，OK、OK。即系依家就要去做银河团嘅剧情啊！好，直接呢度。好，咩啊？你点多锁匙噶？咁样锁门就冇意义啦。即系我输咗，而家唔系失落，要快啲同干部大人联络。OK， 好正当嘅工作，又要打呢只嘢。喂，有咬正，终于有啲神奇。喂，点解我又俾人混乱噶？人哋嗰啲中紧咁滞，点解我啲死都唔中啊？咩一回？终于有啲干部级嘅可以吸收佢。我而家嘅情况就好似嗰啲咩啊，嗰啲布欧咁咧，人哋越劲我就越劲。呢、這个唔得，要走。叫声乜最值机先啦？唔系、啊，我叫咗声，其实我自己都有唔着数，因为我变咗佢嘛。咁我物攻都降低咗。哇顶！冇300元，即刻买嘢先，唔好讲笑。哇，一个好伤，一个普通伤，又搞掂啦。今次赢硬，头先因为冇血先输嘅，今次唔会再输，同你讲。诶、欸，這个砸啊！哇，犀利。OK， 搞掂啦。跳啲，好嚟啦！呢、這个干部啊，银河团三干部，我系四干部之一，马志喎。为咗创造比而家更好嘅世界，努力咗好多，但系似乎仲未理解，我谂你都唔会明白，稍微有啲悲伤。靠精灵对战啦，相应你赢咗嘅话，我哋银河团消失；你输咗就烂。哇，就系用啲乜废柴喎？哇，一咬咗咁多黐筋啊！哇，黐孖筋。真系好唔着数，我冇血嘅情况下打好唔着数。
有啲难打可能。等于咁难打嘅呢、這个，佢波音福嚟嘅，好竟然会输。诶、欸，冇中。佢头先一咬爆我击啲乜鬼嘢？肥蓝猫呢只要吸佢。哇，佢快过我，有冇搞？偷袭催眠，催眠。啊顶！催眠中啊，好波。喂啊！哇，有冇咁快啊？黐筋啊！蓝帽写住，喂顶咁错掣。你啲欧洲人嚟喎，大佬，我啲非洲度，佢一弯醒咗我头先，有冇咁夸张啊，大佬你？咬啊！转，小声，同埋佢啲嘢好快喎，快过百变怪，乜顶咁黐筋噶？哇，低能，我瞓三弯都未醒，佢一弯醒咗两次。佢头先两，我催眠咗佢两次，佢两次都一弯醒，有冇咁公平啊？入招啦！哇，真系好非洲、啊、大佬，点玩啊咁？好非洲下、啊，我哋打多铺，打多铺，如果唔得嘅话，等我升下你先。升完咧，再翻嚟打，下集再翻嚟打呢、這个。黐筋嘅真系，咬佢，直接咬得啦，唔使超音波啊喺度，好啦，我顶，又系咁，唉，好啦，咁唯有咧，我哋下次再打啦，系啦，因为今次就非常之黑仔啦，所以就打唔系好打得赢啊，系啊，其实应该打得赢嘅，靠呢、這、一个呢、這个嘅百变怪嘅变身啦，变嗰只肥猫就打得赢嘅，但系输就输在催眠嗰一下，同埋佢死都唔醒咯，系啦，咁如果佢醒到就好快可以赢到嘅，系啦，未订阅嘅朋友咧，记得订阅，我哋下次再见啦，各位，拜拜。咁啊，下次咁今集嚟到呢度先啦，系啊，因为都非常之难打，其实唔系难打，只不过系非常之黑仔啦，即系催眠咗又催眠中啦，又瞓咗三弯啦，系啦，都比较黑仔，所以下集希望可以更加好运嘅，冇错啦。咁啊，中意呢条片记得 like 啊，同埋咧未订嘅话记得订阅我嘅频道，咁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